哎呀，那有白叮当啦，足久诶。好啊，未啊？哎呦，啊未啦，莫有白叮当，爱水都爱较有耐心诶。目睭开开哦。好啊，你当就行。志胜，当然嘛是你啊。安怎，画了清水认不出来哈？这嘴唇这么红，嘴皮都画到安尼，目睭这是啥啦？这叫做眼影，安尼会当让你的目睭较大蕊，而且嘛较有精神啊。真正是做卡爽。看来足奇怪的，我要去洗掉。那有什么奇怪啦？啊，造型牛本来就要化妆啊，而且哦，就是爱画到安尼妖娇美丽，安尼唔才有喜气。我跟你讲哦，明仔载哦，我一定会替你画一个上水的新娘妆。我看卖咧，看到位爱保险，够爱保险。嗯，免啦，就红叽叽啊，爱看红白啦。有人来啊，我去开门。唔免，我来开就好啊，你点只坐。玉琴，你哪来？你要坐啦？还坐啦？我的，想讲来这送一个结婚礼物要给陆生啦。哦，玉琴。哦，毕业兵。哦，你看啦，你嘛惊着啊？你搁讲好看？那是因为恁两个拢是装卡怂啊。哦，恁两个嘛较拜托的好不？人喺外国咧拍电影的女明星，拢嘛是安尼话啊。目睭大大蕊，嘴唇红叽叽，腰娇又搁迷人，你唔才算是美女。我话要去拍电影，是安怎比啊？哪会用去比？我有讲过，要让你做咱这边上水的新娘啊！你嘛讲一句公道话，陆生安尼话敢无好看？足水的啦，是我常常看袂习惯。你莫欺负人性地好，袂晓讲歹听话。来啦，玉婷，坐坐。阿妹，这里当做嘉宾，我请你顶。免啦，我来做嘉宾哈。免啦，免麻烦啦，我连你都爱走啊。哦。陆生，要送你啦，结婚礼物。哇，足水的呢，你看，弯腰，相相对对，这你家己做的啊？所以我一点我心愿，希望你莫气嫌，祝福你甲你翁婿白头偕老。多谢你啦，你利用足侪时间嘞吼，我真欢喜。我合你的心愿就好啊，我会紧来转啊，厝里囡仔会顾。哦。要安怎？来，请坐哩。我来倒一杯烧水哈。你先休困一下啦。来，先啉一杯烧滚水，这内面我有加红糖，对查某人的身体较好。多谢。是不是破病啊？我带你去找医生。唔免啦。我看。应该是有心啊，有心啊，恭喜耶！几个月啊？其实这个代志我厝内面人阁唔知影，请恁两个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为虾米啊？我听讲查某人有心，妹妹甲阿叔在咧注意，应该互恁厝内人知影，才会当好好甲你照顾。囡仔投胎出世哦，原本是一件好代志。啊！不过厝内面若是饲袂起，加生一个，就加烦恼啊。你是不是不爱饲这个囡仔？
即马你拢知影，那咧我就直接跟你讲，明仔日喜酒我都去领啊，卡免咱两个人喜冲喜。我先来走。等我一下。你会感觉头晕，这就表示讲你可能有贫血。这包红糖哦，你早着去，逐天泡一杯来啉。你无想要让你厝内面的人烦恼，啊，至少嘛爱先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啊。免啦，我店里有咧卖。问题是，你敢会敢开这个钱哈？客气啦。我看你身体这礼拜一定每天都在做粗重的工作，都没在休息吼。咱查某人为着家庭、为着亲人付出，这是应该。要不过你嘛爱学会晓对家己较好一点啊！莫连饮一杯红糖水你都唔敢。那是家己把身体拍歹去哦，到时是无人陪阮，知影无？对啦，阿妹就亲像咱的大姐同款，你也听伊的，好好照顾家己。明珠，先把身体顾好，以后还有机会做妈妈，哈。无我无路用啊，无才调考就高考啊，无我害你甲阿母失望，讲什么让恁过好日子，结果什么拢无。厝内面这款情形，这个时阵若阁来一个囡仔，真正会袂堪哩。就算我会当顺利甲政府讨到赔偿金，也毋过安尼也是无够应付生活。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无法度让你过好日子。希望你后世人会当投胎去一个好的家庭，大富大贵，无烦无恼，唔免逐天为着生活咧走走。是的，请你原谅妈妈的自私。那是你，我才想要问，那是你。啊，这么大台铁马骑过来，你无看到？啊，你那形容走出来？那拢无老火，那一点代志拢无。啊，人安怎无？我不要紧啦。啊，你嘞，那遐外过咧骑车？你搁敢问我？啊，当然是因为你啊。你找人这么晚出来，足危险的呢！你不知道厝内人真烦恼。我去送陆先生的结婚礼物啦。我跟你讲几啊遍啦，迄种人莫再有任何往来，你唔听听呢？啊，讲的句妄想妄想，你是在想啥？你红糖拢真破，免捡啦，厝内佫有啊。啊，唔过。免有啊，唔过啊，行，来来等。行，免看，行，免看，来，起来，坐好。OK。好了，你
人无代志就好啊。啊，会记的呢，以后家己走路较细腻的啦，啊，唔通去戆神戆神，知无？我知。你听嘛吼，我泡茶给你啉啊。免啦，你连两包母给我，我要跟人讲代志啊。你要替人买是无？我要请人吃的啦。啊，咱需要人的支持，总是要意思意思一下啊。我知影你有答应娶家，要斗三家千春的代志。要唔过你也无领什么薪水，敢讲连婚都要踏落去哦？我会做这个代志，嘛是为着咱杨家的未来啊。恁查某人啥物都唔捌啊，伫个边仔看就好啊。啊，你好啊，顾厝，啊，千万唔通爬爬走嘞。查某人遮尼外出门真危险啦。阿仔，